自小客车因为它在撞击的时候安全气囊就爆开了，没有刹车的状况一直往前爆冲，导致两部自小客车引火燃烧，又往前滑行撞击五部摩托车。会处理的。中天社会频道开张了，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看到中天社会 logo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，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。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，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，别怀疑，赶快点进去，首页就能看到五二小组系列影片，有会客室、老 Z 调查线、娟香聊虾米、别阴阳、中不中心、白岛出任务、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，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了，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欢迎您一起来加一。